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集合在共产党大旗下的人民正在冲决反动派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听，那是炮声，那是呐喊声，那是建军的鼓声，那是亿万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竖起辉煌的大厦。Thank you.
国体能够确保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便无负他求。除此国家危急，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惭惶悚栗。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义侍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德林，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看法？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看法。我反对发表这篇文告，总统不能隐退。是的，这对民心士气都有重大的影响。那有什么关系？我赞成，请以党国大局为重。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是试探吧。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人要我辞退，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一派系。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地点无可置疑。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这就全面了，把蒋介石那方面也考虑进去了。烧起那个理论家要好好斟酌呀，文章越盖越好嘛。来，请吧。好啊，来来来，这是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请廖承志同志明天早上播放。是。哈哈，我猜你们都在这儿嘛。快坐。老总，你最辛苦了。来来来，我们慰劳你。哎，这里舒服，这把交椅你来坐。啊，庆祝什么呀？庆祝我们将向江南进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吧。啊，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为前线的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罗荣桓、徐湘乾、聂荣臻吧。你这个题目也不小嘛。哎，就为今天叶剑英在北平郊区就任北平市长吧。好，来来来，干。此时此刻，不知傅作义、傅医生将军作何感想啊？困坐愁城，决心南下，看来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是守古城的名将嘛，当年守涿州，奉军三个月没有攻下，也许他还想试试。现在，石景山及附近一带已经被我军占领。前天，冀北电力公司要向北平城里供电，想让北平老百姓过好这个新年，可是傅将军他不干，所以整天唉声叹气，摇火柴头，昨晚一头撞在浪柱上想自杀。昨天情报做到这种程度啊？是吗？老师，是您，快请坐。坐。要不要我请同仁医院的大夫来？无济于事了。老师为我的事累成这样，我深感不安。
医生，几天之间你老了不少啊。能活着就算不错了。刘伯伯啊，您请用茶。啊，好，谢谢。冬菊，嗯，你别走。老头子连着三次派人来，这次是二公子韦国。韦国说我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许我带兵南撤，就任东南行政长官。您的动态蒋介石了如指掌，真去南方，您就是张学良第二。还用你说？我跟他打了多少年交道，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算完了？你这三个问题问过几十遍了，人家给你讲你又不用心听。算了，不谈了。我是与智者谋而不为愚者决，我回天津。老师，别走，别走。恩来，派钱之光到香港接民主人士，进行得怎么样？哦，第三批李济森、茅盾夫妇、朱润山、张来器、彭泽民、邓福民他们，于12月26日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离开香港。哦，报告。进来。淮海前线指挥部发来的战报。好。念念。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在双堆集全歼国民党12兵团，伏兵团司令黄维。华东野战军在杜聿明集团弃城西逃后，追击并将其包围在禹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冲喜又来了第二封劝我隐退的电报。这个白剑身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德林兄也不知道吗？不知道。他派黄少兄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祭，你一定是知道了吧？不知道。可惜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共产党去了，小诸葛是算喽。现在他又在联络湖南的程潜，他们搞起了局部和平。德林兄，与你与我都不利啊。他的一切活动规律和行动路线都搞清楚了，只要总统一声令下，毒弹就要他的命。好，非常出色，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嗯，不过要立即结束这一切，全撤。局长，这是总统亲自布置的。我就是奉总统之命。哦，他的行情看涨，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党谈和。你尚且不能讲和，我就更不行了。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就可能和缓一下。只要缓和他3个月至6个月，我就可以训练出300万兵员，还是比共产党的兵多。再说德林兄不是被司徒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唉，经营台湾为时尚早，告诉李宗仁，美国支持他实现划江而治，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南北朝。那么
苏联的态度呢？在苏联看来，中国最好不过是个弱的盟国，最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从根本上讲，谁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您认为毛泽东会听命于斯大林吗？从长远来说，他们不会听命于任何人的。你说在毛泽东身上是共产党人的成分多还是中国人的成分多呢？这我不知道。据说毛泽东性情很温和，始终像是一个乡村教师。淮海前线和华北前线由于采取了围而不攻、隔而不围的方针，给敌人吃了一个定心丸了。看来蒋介石已经按照我们设计的布局准备拼下去了。这就达到了主席的关门打狗、坚立于长江以北的战略目的。淮海战局已进入了关键时刻，按原定计划歼灭黄维兵团以后，对杜聿明集团余部两周内不予歼灭的部署已见成效。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傅作义兵团的分隔包围，现在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看时机已经成熟了。1月6号怎么样？可以。报告主席后，即可向总前委发布命令。你们，我叫尹东升，
徐州日报随军记者。哦，我叫张应国，是在徐州开商车的，是他们把我给拉来的。哎，啊，你呢？他是十三兵团的高军区。郑坚。高进旭，叫什么名字呀？我叫高文明。啊，十三兵团有几大处啊？六大处。处长都叫什么名字？好好想想吧，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高军旭，再就什么也不说了。怎么，连个姓名都没有吗？姑苏不打仗还要通名报姓呢？我是华野司令陈仪。陈将军，久仰。鄙人是败将杜聿明。走吧。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历时65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歼敌55万5000余人。傅作义如此拖延，真是不可容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聂荣臻，告诉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山、周贝宏将军，我军刁民伐罪，就平津人民于水火，福部如不立功自赎，我军将坚决消灭之。哼，围城一月，一等再等，我们的人来是有限度的。朱总，你看那天攻击天津，1月14号，怎么样？好，就照你说的办。不过北平是文化故都，工程要精确，不用重炮，归途敌说人受一分，不许破坏故物。最重要的打击一定要落在敢于顽抗者的身上。1月14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经过24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华北重镇天津，活捉守将陈昌杰。
手枪里没子弹吧？你敢缴我的枪？对了，您这枪没用，想死城外有解放军5000门大炮。王克俊，叫办公室主任干什么？要枪，卫士的短枪全部撤掉了，只有长枪。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天津大公报记者回北平干什么？我是共产党。怎么样，总司令毙了我？谁派你来的？是聂荣臻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派你来干什么？劝您停止抵抗。医生，真没有想到啊，天津一天就完了。形势逼人呐。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我的声誉就此就算完了。一生，30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得以保存，191万北平人幸免于难。一生啊，这是深得人心的事啊。爸爸也从头等战犯变成人民的功臣。这会儿你又不怕我死了？您的安全有保证。何思源先生来了。哦，有请。何司令，战事吃紧，北雁南飞，可是何先生却从南边来，真了不起啊。哪里哪里，我是来请示我们11位民意代表明天是否出城与中共接触。要去，要去。请何先生带一句话，我傅作义决意顺乎民意。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共提出的8项条件，宣布起义。国民党北平守军开出城外，听候改编。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为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特一句，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逝世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总统，您不能退啊。我已做此决定，今天就离开南京。总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去送行。不必了。总统，总统。什么事？总统，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释放蒋学良、杨虎城2人。找德林办吧。文告，
颇有些不妥。嗯，你看，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蒋先生今后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隐退字样，如决身先隐退。第二，依照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加上由李副总统继任总统职权。这，我绝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可是，文告已由蒋总裁亲自定稿。名不正则言不顺呐、我不能顶着一块空招牌，一切由蒋先生幕后操纵啊。德公，德公，我马上给蒋总统打电话请示，请稍后。喂，父亲，您的电话。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他满意为止。他还当真了。谁呀？父亲，我们该走了。去哪里？陈主席接风宴会啊。他是敬重我的下爷。好吧，去吧。不过今天要穿便装啊。总统，请。总统，请，请，请，来来，请您尝一下吧，这是您最喜欢吃的西湖醋鱼。父亲，陈主席一番好意，还是吃一点吧。是啊，您还是用一点吧。您这样，我心里。总裁，您要多保重。啊，请，请。好。我不是总统，是一介平民，也无需保重。是的，是的。总裁以国事为重，急流勇退，适当其时啊。娘是骗，军人不去打仗，挽着女人逛西湖，该杀。16天以后，这位国民党元老被免职，又过了14天，被他的学生汤恩伯出卖并拘捕，1年以后被害于台北松山机场附近。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去，把中央社的人找来。嗯，不，叫吴忠信。好。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权杖。德公，这是怎么回事？你问这个。蒋介石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发表的还是旧稿。李庆兄，
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欺人太甚，名不正，我不就职。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争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张志忠先生到。德公你好。你看到报纸了吗？李青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啊，我更正？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我敢更正吗？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吗？我没听。我是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哎，好的，武汉白建生将军。啊，我是白崇禧啊。啊，德公吗？是啊。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可做假皇帝啊。我知道了，多谢关照，你也好自为之啊。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还闹什么带不带呢？哎，在这危急时刻，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不等救治仪式，马上开始工作。李青，记住给我办这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元，制止物价狂涨。文白，你，我赞赏你的第一条，这第二条、第三条嘛，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民众支持，我看事成可期。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伯钧、张东孙，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对我可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第三种势力，恐怕李济深他们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李德林想露一手，把剿匪总部改成军政长官公署，释放张学良。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京300名在押政治犯呢，唐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下面谈谈长江防御问题。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概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优势的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去吧。汤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是。共产党只要我的命，
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秉公篡位，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是。南京资源委员会下属五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孙月琪想干什么？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翁文浩是地质专家，孙月琪是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戴总统，你正想派代表去北平，如果拆迁工厂去台湾，显然是没有和谈的诚意。对，我支持你，不要拆迁了。谢谢，谢谢。委员长，夫人来电。大令，此行以私人身份访美，深感屈辱。杜鲁门总统态度十分冷淡。美政府今日宣布，召回美国军事顾问团。并宣称暂停向中国运送武器，因为这些武器随时会落入共党之手，或干脆被国民党卖掉。近日移居孔祥熙纽约别墅。诸位，夫人在美取得巨大成功，美方重要人物讲，只要我们再支持一年，估计局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借给我十个亿啊，蒋先生也要。那么，道义上的支持总可以吧？我不清楚您想要什么。你以大使的名义，为我举行个茶会，邀请英法等国大使参加，你做一番讲话，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这怎么样？我想可以考虑举行茶会，很妙。讲话嘛，让英国讲。啊，我想起来了，戴总统今天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先生，有这事儿吗？是要苏联出面压中共同意划江而治吗？嗯，啊，罗申怎么说？罗申对我的支持很大。我们得到的情报恰恰相反，罗申的条件很高。他说：“亲爱的戴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啊，是这样吗？嗯。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От имени ЦК КПСС. 我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И лично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代表斯大林同志。Горячий привет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向中国的同志们表示问候。啊，欢迎欢迎。啊，请吧。Во время сеанса истории.斯大林同志让我带领的一个叫毛润之的人士去，他今天怎么没来呀、啊？是不是被清洗掉了？米高扬同志，你说的那位毛润之先生，他来了，我就是啊。喂，我是毛泽东。你不是毛泽东吗？我是叫毛泽东，也叫毛润之。怎么跟你说呢？中国人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字。准确地说，中国人嘛，一般都有三个名字。比如说我吧，
你过去知道我叫毛润之，现在呢又知道我叫毛泽东，可是我还有一个小名你就不知道喽。啊，谢谢。请。我们党在各国时期一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这与归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组成形式有所不同。当然我们是共产党，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得到斯大林和兄弟党同志们的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疑虑啊。正如同归国是把地主的土地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而我们则搞土地改革，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又分给了农民。我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共领导同志特别是阁下的意见，我只带耳朵来听，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这一点希望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同志们的谅解。制止政府南迁，孙科的行动是有人给他做后盾。去，蒋总部在奉化，国防部在上海，行政院又去广州，南京留下戴总统，一国三公身属两地，这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吧。留下的立法委员准备弹劾南迁的立委和孙科。立法委员的弹劾促使孙科内阁于3月7日总辞职。
主席。哦，是你啊，齐振云。不要告诉别人。是。一个战斗英雄，说说，咱们打过长江区，怎么样？主席说打到哪里都行。你说说嘛。恩来，高抬贵手嘛。改规矩了。我做不好报告，你要负责。开会，你看。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清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哪能让我们睡在炕上？你们睡行军床呢？不行不行，这不行！哎呀，康大姐，这不行！你们是客人吗？千里迢迢从哈尔滨来开火一地嘛，这无论如何也不行啊！不行！哟，好热闹啊！啊！主席，您快给评评理吧！又不是什么军国大事嘛。好，我来裁决。今天是历史性的日子，我的意见嘛。都不睡，谈他个通宵。恩来啊，到底发了慈悲。来，尝一尝。老宋、小康，我们来喽。好家伙，来了一群烟鬼。来，快请进。来，坐。来。啊，我来吧。坐，大姐。来，坐。来。柯京同志，你看我们怎么谈呢？谈吧，谈到多晚都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搞点酒，搞点吃的，啊，比如一只鸡油，啊，知我这诚意。咱们谈谈党的工作转移的问题吧。陈毅啊，准备让你当上海市长，你说说对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吧。主席，又等47年挺进大别山，艰苦北上，华东这块肥肉应该给他们，我去打西南。好，今天啊，先不谈上海。苏玉啊，你谈谈都江的问题吧。好家伙，看江景呢，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听我的命令，长江都给我冲啊！我不喜欢不果断的男人，有话就讲嘛。爸爸，我有女朋友了。哦，好事嘛。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叫什么？
他叫刘思琪。长得漂亮吗？好，我同意，可以结婚。不过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是不是也让他来见见公公婆婆呀？他不敢来。啊，你告诉他，我是中央主席，可家里也没有杀人的刀嘛。女孩子多大了？快十八了。哦，差一点让你蒙混过关。这不行，我们解放区颁布了两个法律，一个是土地法，一个是婚姻法。婚姻法上规定，女孩子不满十八岁是不能结婚的。我就知道当你儿子什么事都难办。这是什么话吗？男子汉大丈夫，儿女情长，是成就不了大业的。你跟妈妈结婚的时候，妈妈年龄也还不大吗？你敢跟我发脾气，你给我出去。不到年龄就是不能结婚。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呀？进城。进城干嘛？因为我们胜利了。你不是说胜利了就会延安吗？去北平。为什么不去延安，去北平？因为北平比延安大。怎么，父亲，出了什么事儿了？那里，蜘蛛。啊？什么也没有。父亲，你一定又是在做梦了。我亲眼见到的。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啊，艾伦他们都睡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没什么，我到外面去。父亲，外凉啊。我睡不下了。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毛泽东已经北平了。今天在西园机场举行阅兵式。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啊？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嗯，你中人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可白崇禧手握重兵，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嗯，
控制住他对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是，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父亲，您身体欠安，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父亲说得对，相信我们会有转机的。眼下您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啊。这一圈下来，李司令输得够惨的。少废话，老头子把半个中国都输了，我这还叫输？一通胡了，就等这张了，掏钱吧。啊，你老兄手气可够好的啊。是啊，手可真够心的。算了，算我倒霉。我看呐，今天就玩到这儿吧。啊，走走走吧。慢着。那就接着玩，接着玩啊。来来来来，还玩？再玩你压什么？除非把老婆压上。压。我押房子。这好，接着玩。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玩。反正这些不动产都不会跟咱们姓的。是啊，跟谁的姓？谁赢了跟谁。没错，不见得，除非赢了共产党。来这边来。要不了多久就都得姓龚了。校长，谁输了？谁输了？报告，黄埔七期少将司令李湘南输了。我听你答。
伪作，我们错了，敢当受罚。诸位请落座。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全靠诸位仁兄了，拜托了。校长，不成功便成仁，我李湘南明天就把妻子儿女接来，誓与长江防线共存亡。谢谢。这签还是灵验的。是。文白，我们出去走走吧。你是了解我的，我是愿意和平的。那
对中共的和谈草案，我没有什么意见。总裁的这个态度对和谈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消除党内对和谈的不同意见也是十分重要的。哦，总裁，你这些见解可否在报单发表啊？你斟酌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南京啊？如果总裁没有什么事，我准备后天返回南京。文白，此次北平之行你是肩负苦差，一切要当心呐。你知道小蒋说你什么？他说我什么？他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什么和平，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是蒋经国在西口讲的？再见，非常好极了，对不起，再见。好好，都好，谢谢。这真是人心所向啊，文白兄，党事国事，你我个人之事，全系在你们这次北平之行了。请问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能占几成呢？张将军，张将军，张将军，请问中共会答应政府的条件吗？对政府的和谈条件，蒋总裁的态度如何？张将军，此去北平心情如何？总该留句话吧。很抱歉，对你们的问题我无可奉告。如果说到我的心情，只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以上讲的就是经中央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重点。我已经讲了1小时50分钟，现在请小兵同志讲。前临歇疑，我们要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对我们要爽快得多。无论签与不签，人民解放军都要向江南进军。好了，现在请苏玉讲。首要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500公里。我军分为东、中、西3个作战集团，东集团由我指挥，有叶飞的第10兵团、陈士钜的第8兵团，共35万人。中集团由谭震林副政委指挥，既有王建安的第7兵团和宋时轮的第9兵团，30万人。西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第3、第4、第5兵团，25万人。上述3个集团再加上四野的先遣兵团，我军总兵力100万人。根据总裁训示，国防部决定将正规军扩充到350万到500万人。为此目的，已决定设置14个编练司令部。第1编练司令部，司令王敬久。有。第2编练司令部，司令胡琏。有。第3编练司令部，司令沈发造。有。第4编练司令部，司令欧震。有。第5黄杰。有。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何绍周。有。第7罗广文。有。第8陈铁。有。第9编练司令部，张雷忠。有。第10孙元良。有。第11宗济。有。第12胡宗南。第13李民。有。有。第14编练司令部，司令宋希濂。有。都明白了吗？愿为党国效忠，杀身成仁。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嘛。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八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条款。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关于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在以前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经一再的表示，希望不要把这一条列为正式条文。如果一定要列为条文，是否可以这样讲？凡拥护和平者，应该予以宽大处理；凡是背叛和平者，才应该予以追究。中共1949年4月13日2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步步为营，结果进展殊少，于次日凌晨1时55分休会。旧日见到毛先生写给柳亚子的词《沁园春·雪》，啊，牛中流传，实微不多，见小喽。不，借先生一句话，那词慨当以慷，笔势陆游陈亮。不过，我看出那里有王者之气呀。当时写的时候，实有一口气。江先生总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心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不过我说的风流人物不是说毛毛，而是说人民。哦，人民要胜利了，张先生不愿做风流人物之一吗？我鼓吹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可又拒绝参加同盟会，赞成过代议制，又宣传吉尔特社会主义，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过讨袁，主张复古，又营救过李大钊，还当过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受到鲁迅的讨伐，反对白话文，跟胡适打笔仗，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正因为如此，我们视您为国宝啊。国宝。还有一点，您资助共产党。我没有的事，我这几十年既没有动产也没有不动产，谈不到资助你们。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若有，蒋先生还能饶过我。1920年，我照过您。这倒有印象。我说有一批有志青年要去法国勤工俭学，请你帮忙。你给了我20000银元呐。哦，对了，可那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这钱呐，全部用在共产党身上喽。哦，我还做过如此好事啊！这钱啊，我是一定要还的，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哎，不过我现在是一文不名啊，囊中羞涩。不用还，那钱不是我的，那是我向社会名流募集来的。一定要还。不用还，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呢？恩来。文白兴，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40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你说的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啊？我们拖不起呀，这是
最后的态度。也好，倒也干脆。好，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结束了啊。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他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作为我们方面，首先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政权。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李济深托人给我捎口信，让我把总统大印带在身上，到哪儿都可以签字。哼，啊，德公，这都是周恩来的意思。连白崇禧将军，周恩来也安排了。另外，周先生建议你把咱们的18军一个师调到南京警卫总统府。周先生考虑到你的安全，周说，蒋如果有什么动静，只要这个禁卫师能保护你24个小时，解放军就到了。可惜晚了。如果你能签字，周答应你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保存广西子弟兵，两广2年之内不实行土改。这条件够优厚的了。优厚？你还说优厚？哼，季宽，我苦心经营江南半壁，目的是什么？现在刚刚开始，你就要我拱手相让？这个，你们来了，我手里有兵，绝不投降。坐。德公啊，你应该逼蒋出国，撤掉童养媳妇何应钦、大草包、汤恩伯和顾祝同，把台港的武器、金条运回来，跟共产党决一死战。你阿西骗，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父亲，是不是电告广州，立即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个和平协议？发。发电报给广州。南京来电。怎么样？南京政府拒绝签字。抄送中共吧。好。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
一举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
接张志忠的飞机23日到，他们准备直飞上海。哦，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他了。立即通知南京地下党沈世友同志、上海地下党刘晓、张成忠同志，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洪熙厚女士和她的孩子。是，我走着。嘿，爷爷，你老帅怎么跑到城外去了？嗯，哦，好了，不下了，爷爷输了。不，爷爷下到底吗？哦，爷爷下吗？爷爷，艾伦，嗯，最近又学了什么新的诗词啊？我给你背。好。嗯，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花作烟罗，几层石干阁，一旦归为尘虏，身腰攀壁消磨，最是仓皇祠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艾伦，去去去，别背了，念丧经。孩子懂事了，我们现在要多听听这些诗词。经国明白了。父亲，我是来报告的。长江防线。我知道了。德林无能，看来我必须出山。父亲，江防司令李湘南在防线突破时自杀殉国。啊，像这样忠贞不二的人太少了。主席。嗯，是恩来啊。这是写给新华社的一篇百万大军渡江的新闻综述。好，我叫他们马上发。昨天蒋介石飞杭州召集李宗仁开会，白崇禧也去了，蒋终于出山了。好啊，他有什么新招数吗？没有，一点也没有。李宗仁和白崇禧打算跟蒋介石摊牌，要他放弃军事指挥权，放弃南京、上海，调唐恩伯和白崇禧一道固守大西南。哦，各怀心腹事啊。和蒋介石表示支持李宗仁干下去，而李至今不得要领。但愿刘伯承的大炮别打扰了历代总统的金陵残梦。啊，谁？我还在城里，你慌什么？哦，是汤总司令。好，好。蒋总统那时候绕了一圈，他绕了两圈。李宗仁无限依恋地告别了南京，回老家。此后他飘零至广州，至香港，至纽约，最后叶落归根。1965年7月他回到北京。
主席。嗯。林森将军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官兵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啊。哦，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海军了，建议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任命张爱萍同志为司令员，林尊将军为副司令员，怎么样？好，叫刘伯承同志去办吧。总长，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早就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部署是错误的，现在可好，南京失陷，门户打开，共军长驱直入，而我们几十万大军退居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我们到这里来是准备跳海的吗？我判断共军的行动无一不准确，可是指挥作战的却丝毫不予采纳，我这个幕僚还有什么当头？蔡厅长，蔡厅长您，一个小孩懂什么？你还有脸摆老师的臭架子？现在没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你根本就不配做个军人。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服从？那我以顾总长的名义命令你，你为什么不服从？顾总长也得听总裁的，我有总裁手令。总裁手令？你拿出来。拿呀。上海存有价值3亿多美元的黄金银元，命令全部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谭恩伯要集中兵力坚守上海，如该项金银不能全部抢运台湾，则为谭恩伯陈良试问，中正手令。看看看看，要不是小子今天发狂，你们谁都别想知道机密。告诉你们吧，总裁根本无心死守上海，运完了经营我就撤退舟山群岛，诸位长官没有事的还是先到广东去吧，免得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你把我的手令给人看了？看了就看了吧，免得乱嚷嚷。听说你总爱把自己比作曹操，曹操的儿子曹丕可是篡了汉献帝的位的，你成不了曹操，你要修曾国藩。是，我学做曾文正公。你也成不了曾国藩，你去吧，我还是相信你的。是，我绝不辜负总裁的信任。你接着讲吧。是。坐下讲，坐下讲。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他可能北非吗？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是。于右任老先生呢？在我手里。嗯，很好。人们以为我这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什么张兰、罗隆基、史良、胡雀文、陈明书了，这个荣毅仁、杜月笙，浙大校长祝可桢了，都别让他们溜了。是。
不过卑职以为米蒙没多大力量，张兰、罗隆基这些人还是不杀好。总裁明鉴。那么我想请一小会儿假。干什么？到外面打个电话。你就在这里打吧。是，可是影响总裁休息，我还是……你打吧，我休息。是。要上海警察局毛森局长。毛森吗？我是马仁凤。那是缓办。不是，就是张兰、罗隆基那一批，明白吗？再玩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少立子、张志忠的家属不许到北平。是，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来，我们一块做江山，也真诚地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我可以说是替蒋先生谋划了一辈子，可他当总统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毛先生如此坦诚，那么我就信口说上几句。好，你说你说。当今的世界是美苏争雄，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从我们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我设想是不是写篇文章来回答你和某些朋友，某些有糊涂思想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敌人。那我就等着拜读了。不止拜读，还要争论，哪怕争论他一百年。主席，哦，文白先生啊，怎么样？他们来了。那好，你们谈吧。文白先生，你的夫人和孩子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很抱歉，事先没有告诉你。晓得哪个没有命啊？嗨，这不简单吗？看他们的脸色，看他们穿的衣服。哎，请人站住。哎呦，陈司令员。啊，邓政委。哦，邓政委，你这杀富济贫的口号是从水浒传里看来的吧？我听说书的。哦，把我那本书先收着拿来。是，又负伤了，第十一次了吧？嘿，没事，我命大。你这个战斗英雄还是连长啊？司令员，我已经是营长了。哦，云长是三爷的，山东人。嗯，这里。啊，这本书啊，我有。看过了吗？我不但认字。哎，
别急你。齐志云同志。哟。我命令你马上回营房，精密视天，深刻检讨。这。哎。司令员。营长的职务啊，由副营长代理。至于当机啊，看你以后的表现了。司令员，给个面子吧。哎。毛主席都抽过我的烟呢。主席要是知道啊，处分还有可能重。对不起，不叫先生，叫同志。叫我们走吧。起来。他又没有我家，又没有我的东西。哎，我的箱子，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报告，邓政委叫你，在那边。报告，文工团员武兆提奉命来到。你这个文工团，连纪律都认不出来，这些人不好纠缠呢。再说也不能开枪嘛。你看我这个当南京市长的，到了家门口连家都找不着了。好，直开总统府。哎，头还是金天米啊？要啥有啥，上哪儿领啊？市政府。哎，市政府在哪儿啊？明天就有了。哎哎，小同志啊，帮帮忙找陈一、邓小平都行。哎呀，这个他就是刘市长刘主任。哎呦，你们骗谁呀？市政府还没成立呢。哎，不让找我可要喊了啊。陈一，哎，这是哪个在这里喧哗呀？哦，陈老总。啊，你这些兵啊，不让我进去找你啊。好大胆子。哎，他们忠于职守，你可要表扬他们呢。小同志啊，嗯，你不认得他是哪一个吗？他就是这个市的市长。敬礼，刘市长。老刘啊，嗯，你住赤壁路一座公馆，我们走吧。这里。哎，你的南京市市长上任，不到江总统的办公室去瞻仰一番，岂不失敬吗？啊，好吧，敞开大门，走。报告江大总统，被你选上捉拿，每颗人头上大洋四万的刘飞伯承来喽。哎，这个座位应该北辰来坐。哦，对对对，老刘啊，你来坐，你来坐。我看还是你坐吧。啊，我来坐。哎，对，好，你也坐。好。啊，4月22号。嗯。好比海市潮的嘞，写首诗吧。对，来一首。没得时间喽。报告。电报，士兵团占领苏州，谭震林把中央军六个军合围在广德山区了。中央军委关于有准备的夺取上海的指示。哎，哦，你看，这个地方以前有地毯吗？有，哪里去了？连长让捡了。干什么用？一人一块铺着睡觉。乱弹琴，白加字儿，叫你们连长来。是。连长，连长，连长。哎呀，你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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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连长！报告。渡江英雄第四连连长李百顺前来报告。好你个英雄连的连长哦，你这让老子好看哦。
李百孙，有，我命令你们，啊，还有这些个马，统统给我滚出总统花园。是，回来，立即给我打扫干净，和原来一个样子。是，我看，部队不能住总统府。对，都搬走，重新学习侦察记录，好好侦巡几天。这个关于城市诸郡纪律的决定啊，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如城受责，我看很好，就罚下去吧。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里，向他训了一番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让黄华去交涉吧。不像话，云头云脑的诗层出不穷啊，骄傲危险，我们要小心呐。看来邓小平、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同意，进上海对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呢。陈毅、小平同志正在做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工作，这很必要啊。是啊，山西大同已经和平解放，三野骑兵团解放了杭州。为了切断康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陈赓率军南下，直取浙赣线，战局的发展很快呀。哦，还有一件，张自忠先生被国民党撤资了。料一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啊，陈先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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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邓政委，你好，吴老板，你好，吴老板就是上海外贸局长啊。哦，这个大作家当然是文化局长了。小燕同志啊，昨天你不是这个样子啊？昨天我穿西装。哦，你这个样子，别把上海的文化人给我吓跑了哦。不会，吓不跑。他穿上军装，也还是个文化人。是啊。哎，他可不得了啊！广大华航总经理跟陈国富合作办中心制药厂，生意做得呀哗哗。还有个国军少将军衔嘞。恩来同志批准我买的军衔。卢老板，我可接到了揭发信了。哦，信说你这个共产党员呐，也是花钱买的，人家用脑壳保证你呀是个国民党员。老卢啊，你把敌人和自己人都搞糊涂了啊。见到你们我比较放心了，不过留在上海组织沪昌沪校的刘长胜、张承宗、刘宁毅他们是我担心呐。上海固若金汤，它的钢铁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过33%。这是汤恩伯讲的，你怎么看？守半年问题不大吧？可我要求他守一年。爷爷，咱们去哪儿？去葛祖村，爷爷小时候在那里住过。那儿好还是总统府好？
1949年5月24日下午，蒋介石向故乡投过最后一瞥，悄然离去。14小时之后，人民解放军22军和4名山游击队在他的家乡会师。爷爷，咱们去哪儿？去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吗？爷爷若回不来，你还是要回来的。报告。念吧。5月12日，共军3野9/10兵团围攻上海外围，发生激战。14日，共军向我狮子林一线全面进攻，战况激烈，共军损失惨重。17日，战况至为激烈，汤司令调整主阵地部署。23日，共军攻入苏州河以南地区。啊！关怀动摇，请回答。对对对。啊！对。同志们，两秒啊！回答。听到没有？啊！领导，请回答。43号房间。听到吗？我是指挥部。我马上报告。什么？喂！报告军长，陈毅司令员到了。军长，军长。好。军长。哎。好。什么？喂喂，哎哎，醒一醒，醒一醒。哦，喂，卫士，27军军长聂凤智。哦，好了好了好了，我快坐下坐下坐下。怎么样啊？还有啥子问题啊？只剩下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了，230师8000多人在那里顽抗，可是你又命令不许停水停电，您说呢？230是我骄傲的川军嘛，有个副师长叫徐昭，对啊，那是陆军大学教官江子英的学生。哎，查查江子英的住处和电话，电话能通吗？啊，上海电话公司已全部控制在我地下党手中，10万部电话畅通无阻。嗯，与他联系，设法通过他逼迫230师缴械。是。宋庆龄，我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陈毅的名义命令你们，不许打扰，不许出一点差错。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号通告。怎么一年半年才守了15天？秦毛，去舟山海面。海上总裁的身体。秦毛，
去吧。不客气，不客气，不要客气，快坐一下，带吧，反正快点，快点，快点。阿莹，你还生爸爸的气吗？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等我忙完了开国大典以后，我亲自给你们操办喜事。这心有根白发，拔不拔？小贵，告诉叶子龙，叫他派辆车来。是。叶子龙，先生，接活的。哎，谢谢您了。哎，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怎么着？就凭您，还能给他看相啊？哎，我瞅相片啊。我也见过。您的画眉开口了吗？少的好着呢。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还得听马老板的，过瘾。那当然了，那是没错。要说听戏呀，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的。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您听着。我正在城楼观山呐景。哎，我说，现如今呐，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路，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哎，那是怎么茬？就是啊，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老板，结账了。吃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给。咱们走吧。毛泽东。
这人是毛泽东啊，这是毛泽东啊，嗨、哎、我怎么跟他要钱呢、就是、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呀你玛丽娘西凉姐，哦吼都来了，哦，彭大将军王真又打了个大胜仗，严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哦，就必使没有来吗？哦，他龙体千安，这差不多是属级出全徽了吗？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靖委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嗯，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但要下不为例，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白嫔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大厅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患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这话也听不得，经过战乱人民失业的挨饿的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不多建工厂，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市团委组织了四几万娃娃们清除垃圾，好，必要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嘛。嗯，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很高啊。哎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我确信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不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保守，会大大的加快大大的提前。此一毛泽东第一毛泽东啊。哦，少奇，嗯，你是什么意思啊？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同古代近似。是讲过，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嗯，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两步。哎呀少奇呀、啊、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同时，彭大将军的第一野战军正横扫西北，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第18、19、20兵团攻克太原。在此时美国星条旗悄然坠地，斯图雷登凄凄惶惶地走了。西
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啊，来了，啊，啊，请，啊，你好啊，哎，好。李姐呀、啊，不用忙了。哎，李姐，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我？客人已经来了。哦。孟行，尹超，你好，启明先生，您好。好，好，我们解放了。啊、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啊。谢谢恩来。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快请坐吧，请。请，请吧。我还记得43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哦、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呐。毛主席好吗？好。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要少吸。他很好，自己说是九分能吃，七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烟嘛抽得更凶了。啊，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哦，去北平。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他随孙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1929年又去，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我怕到哪儿去？是啊，我非常理解。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清灵先生，重庆未交，古今思念，仰望之城，玉日俱极。此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惊喜名家礼品，以便究紧庆交，知其无缺未盼。你若是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我去，我去。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族代表、爱国侨胞云集北京，共商国事，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年轻是气盛啊，对老师多有得罪啊。那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我去干校长长干，搞了个区长运动。现在长干还在长沙吗？他挺惨，一大群孩子没有职业。怎么会没有职业呢？张干当年想开除你的学籍，这样一个人，你想谁敢给他饭碗子？我马上给湖南省委写信，在祭奠前去，我还要把他请到北京来住上一年半载。这样好，这样好，大家风度。宋公告了几十年呢、啊、祭器祭罗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呐、啊。你的旧部很多，有要钱的就给一点，有要管的呢就安插一下，宋公也要有点大家风度嘛啊。共产党不讲这个啊，政府每月发给你特别费大米50000斤呐、啊、任你开支，够吗？够了，够了，谢谢啊。主席，是朱老总教我吗？哎，就是蒋介石教我也不至于这样子吗？啊，主席，您家乡的韶山冲的乡亲们来了。好，好啊！小小的韶山冲出了个大官呐、啊，哦，就像当年凤阳出了个朱元璋，啊，也许是来攀攀亲、打点秋风什么的，啊，他们帮助我抚养过孩子，我家几口人，四代白区。如果没有他们的掩护，也许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呀。主席是忙，我告辞了。好，改日再谈。好。松松程老前辈，是，告辞了。好好。这就是金銮殿呐！啊，说不定啊，这是乾隆爷批帖子的地方啊。如今这江山叫咱姓毛的坐了。哦，乡亲们好啊！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哎呦，哎，舅叔，这可使不得呀！啊，舅叔啊，我在家乡搞革命的时候可没有这种规矩啊。啊，现在不是那个了吗？我说大侄子，咱这国号叫什么呀？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不好啊？嗯，我得替你好好想想。这年号呢？准备采用公元纪年，今年是1949年。嗯啊，来这个好啊，来来来，这写的年头多呀。啊，咱们家乡在画成分吧？画了，画了。嗯，我家画的是什么呀？贫农。你家不贫农，谁家贫农啊？就说啊，你还不知道我家的老底吗？这得公事公办，我家应是富农。一会儿我写封信给农会，你老给捎回去。你还是贴上印花把它寄回去吧，我们这些人不想走了，在你手下干点杂差。哦，那可不行。大虎还是亲兄弟，
上阵莫过父子兵嘛。这江山我们得替你看着点儿。做不得，做不得，做不得呀。好啊你，这姓毛的你不封，进入那国民党的大官啊。你指的是？我们知道你刚才就封了那个姓程的。你说的是程潜呐？旗帜是他，多了还有张之中、傅作揖、陈明仁，他们起义，我们少死多少人，他们一封信甚至可以消灭国民党一两个兵团呐。这笔账您老没算过来啊。那我得替你好好算一算，我怕你上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安英，你坐下。爸爸，你哭了。你的工作怎么安排的？啊，大概是去政务院吧。不行。是不是因为我是你儿子？你不够格啊。我的权力大得很，但给你的权力只有一个，劳动。你才27岁，浮在上边不好。是，我听您的。爸爸知道你很苦啊，8岁就跟你母亲一起坐牢受刑，被营救出来的时候你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在苏联的时候你进过军事学院，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庆幸的是我没死。是的，你没有死，但死去的又有多少啊。
您就是为了这些吗？是的，我想到房之敏他们，还有吴叔、韦革命、英勇捐躯的战士们，当然还有凯辉，你的母亲。你到湖南去一次吧，看看你外婆，告诉他老人家，毛泽东永远是他的儿子。大海那边在干什么？毛泽东要举行开国大典了。明天？对，明天。我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子。还不是群众运动，穷人上大街游行。您不是说过得天下易，治天下难吗？毛泽东有时比我高明。国父讲过，天下大事，顺治者昌，逆治者亡。我们不是正处在逆境中吗？我们应检讨过去，希望还是有的。师弟，师弟，希望。爸爸，您应该高兴才是啊。高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沉重。我忽然记起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他跟我的谈话。黄炎培？是的，黄仁植，清朝巨人，同盟会会员，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大我15岁啊。他说什么？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忽而的事。他进一步解释说，大凡出事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事中觅取一生。他说的有道理。他又说，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胜利的曙光来临之时，想到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他想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怎样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的阴谋破坏，赢得巩固。但他始终坚信，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创业之本，也是立国之本。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朝鲜平安北道大鱼洞，年仅28岁。报告总裁，轰炸机编队完毕，共分2个梯队，120架飞机。请过去看看，好像艾伦在哭，去把他领来。是。为什么哭啊？父亲，您不是说
今天是国耻之日，蒋家老小应该停烟火一天嘛。嗯，吃，爷爷让你吃。嗯，吃吧。爷爷，你真好。爷爷不好，爷爷要是好，怎么会把你带到这里？周总司令有。从台湾起飞半径过大，南韩又交涉不下来，美国人，哼，我是了解他们的。算了，轰炸机编队撤销。是。海军贵总司令有。继续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封锁。是。我是出来了，可我把40000000人吃饭的包袱甩给了毛泽东。民以食为天呐，对全体，我们要处变不惊，自强不息，这样反攻必胜，富国必成。是。你们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父亲。他依靠从大陆搜刮来的大量黄金财宝盘踞台湾，梦想在大陆的西南一隅保存一块反共阵地，终究没有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夙愿的蒋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湾病逝。大家请吧。好，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